接下来是他的对手，来自荷兰的踢拳王子 Rico。让我们欢迎来自当今世界最高水平的踢拳大赛 Glory 荣耀格斗的世界冠军 Rico Van Hoven。南方阵营的是白俄罗斯的东欧大炮安德雷，他的身高是200公分，27岁，13胜2负6次 KO。而在我左手边，红方的是来自荷兰的踢拳王子 Rico， 198公分，25岁，战绩是44胜9负1平10次 KO。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standing 200 centimeters tall, age 27, holding a professional record, 13 wins, 2 losses, 6 wins by knockout, WLF Intercontinental Heavyweight Division Champion of the World, fighting out of Belarus, Andrei Gelasimchuk. And now,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standing 196 centimeters tall, age 25, holding a professional record, 44 wins, 9 losses, and 1 draw, 10 KOs. Glory heavyweight world champion, fighting out of the Netherlands, Rico Van Hoven. 所以这边是200公分，这边是198公分，哇，这真的是高手之间的对决啊，还等什么，马上开始。有请本场比赛的场上裁判沙善。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由江苏卫视和昆尚传媒联合打造的大型综合格斗节目昆仑决南京站的比赛，现在是超重量级巨人之战，由红方选手荷兰选手李克对白俄罗斯选手安德雷，我是现场解说中收陈佩，我是蔡志贤，现在比赛马上开始。是，那这一场啊真的是巨人之战。那我们在这个 Rico 啊，Rico 是红方的选手，那红方选手还是来自于荷兰。对，今天有很多荷兰选手，真的是说荷兰是个格斗的王国。然后他打败过这个名将彼得阿兹，彼得阿兹也是荷兰人，那他也被另外一位啊212公分的高手打败，也是荷兰人。那另外一位啊打败他的一个碎骨机，也是荷兰人，全部都是荷兰人的天下。那好不容易啊，这次有派出我们昆仑决的白俄罗斯的大将，目前他在白俄罗斯，在这个昆仑决是不败的战绩。其实我挺看好白俄罗斯的这个安德雷的。是，虽然他们是从业余转过来的，可是啊，业余不代表不厉害哦。对。这个 Tony 总监有讲，业余啊，奥运也是业余的，奥运力比较厉害。是啊，是啊，不是说职业就一定比较强哦。而且像安德雷的话，在这个职业赛场已经取得这么好成绩。哦，这个荷兰式的打法，一个前手拳加一个这个对脚的一个勾扫，让这个安德雷啊就是有点失去平衡。这么复杂的打法可能是确实挺职业，对，但是安德雷的这个吸法是比较好的。是，那目前这个 Rico 还要去勾，但是勾不到了，安德雷中了两次之后就学乖了。那白俄罗斯啊其实也是一个小国，才900多万人呢，也是产生了非常多的一个名将。
目前这些业余的这冠军都已经开始往职业这边推了，我们昆仑决已经看到很多个，像是刚拿到诸神之王的一个主业服啊，就是白俄罗斯来的，听说他在下个月也会回到我们昆仑决来展现他王者的风范。好，可以看到这个扫踢的威力哦，这个双方尤其这个 Rico 的背后你看已经大大的一条好像被这个棍子打到一样啊。对，这国外的重量级选手实际上是数值比较高的，我们看到的实际上是100公斤以上级的比赛，而且是2米以上的巨人，但他们看起来依然是非常的灵活。好灵活啊，非常的灵活。那他们两个、目前卧推的一个数字啊就是都一样啊，所以他们绝对力量是差不多的。啊，刚也看到这个在近身的时候安德雷啊用一个膝撞，那我们国内的选手啊有跟这个安德雷打过啊，那个真的是觉得太痛苦了，被他膝撞两下顶不住，完全顶不住，对对对，而且才188公分啊，身材差了他一截。这个转身边拳是可以的，但自由搏击里呢转身的走法是不行的。对对，刚才呢稍微有点接近走了，距离有点短。那这个 Rico 啊，荷兰的选手，他是他老爸教出来的啊，他老爸是一个空手道的一个黑带，所以从小就打下了一个深厚的基础。他们现在拳腿都很重。对，那这安德雷啊是由他教练啊，他教练是伊格尼，是一位白俄罗斯的一个空降的军官，特种部队的军官。他从阿富汗回到他国内之后啊，他就开始开了这个拳馆，他拳馆里面的名将如云，目前已经来了三个，有三位选手都来到昆仑决打过。第一局比赛结束了，双方应该打得相对平稳。是，还有点势均力敌，看不出谁在明显优势。对，目前呢、在帮这个 Rico 啊做场上助理，他的教练是 Dennis， 非常有名。看一下，一个勾拳，但是呢，对，这勾拳打得很结实，非常漂亮。那可是安德雷把他顶进去了哦。这一个对脚步的一个扫地失去平衡，而且有受伤的，打得相当好。看来这李克的这个拳法是相对的好一些，有点要做转身边拳，可是因为有点带走的味道，就是有点犯规的啊。对，我们自由搏击不能用走，那可以用吸。因为第二局比赛开始了，这两位啊是巨人之战的，那巨人之战要比较小心一点，就是擂台上的神圈对他们来说是太低了，所以不小心往外一挤就掉到台下。对，那像安德雷就有一场泰拳赛啊，他跟双方是双双掉到台下，就对手手肘断了，输了比赛，这个是比较危险的事情，所以待会这个场上的裁判啊，跟旁边的一些人员要小心一点，防止他们就摔到擂台底下。因为他们身高这个重心有时候在这个全身之上了。 对，刚刚看这个安德雷啊，他进场他根本不用这个从绳子下面进来，他直接跨进来了。对，现在看来李克的这个拳法相对我觉得更好一些，是，所以他几个有效的这个勾拳再有优势了。刚才安德雷啊几个正蹬之后就假动作出来之后就是变成近身的一个膝撞。对，安德雷从战术的角度来说可能需要试一下内围。对，因为他在试内围。对，打中距离的话我觉得这个李克的拳法更好一些。对，那有蛮多选手啊都吃过这个安德雷的膝撞啊，真的是非常凶狠。对，他上一场也是击败的荷兰选手，是，也是用膝撞最后 KO 的。对，好，又进来了，转身再加膝撞，但是这个报价报得很紧，我们所谓的报价都是手拿得很高，然后也保护他的头部。那一般如果是泰拳选手到内围的话，两人近身的话会做一个叫手相扑，会就是两只手在这个对方的头部抢这个把位，像相扑一样。对对对，所以叫手相扑。又提到了这个裆部，那因为这两位都属于比较欧式的一个打法，所以手相扑的一个动作会做的少一点。好，这个打了一个勾拳。对，一个后手的勾拳非常的重。你看，现在身上都打红了。对对，才没多久，整个手臂都红了，这个背也都红了。对。
这下场之后就是要赶快啊，用这个冰块把它冰敷哦。哦，这是一个迎击拳。对，这个叫迎击哦，就是说，在 Rico 啊要出腿的同时，啊，那安德雷就把拳头塞进去了，这就叫迎击。对。那如果防守反击是说对方打来，我先躲完或顶完之后，我再把这个我要打对方的拳再打进去啊，叫做防守反击。我觉得这个自由搏击的很多重量级比赛看起来有时候甚至比拳击更好看。对对。哦，转身边拳，很重啊！哎，打了打了打了！对，撑不住了，撑不住了。这个在昆仑决里头的话，只有击倒以后才能够到数八。对，倒到地上的时候，站立的时候不让数八。站立你要晃就继续晃。哦，对。刚才这个安德雷啊，真的超人拳了。这么高了还要飞起来，太厉害了！倒了，倒了，最后一拳，倒了，最后一拳实际上是击中了。还在数，还在数，对，还在数。好，他说 OK， 他说 OK。哇，最后没想到，最后一秒钟是击中了。Gary 的拳王来到对决这个昆仑决的拳王，竟然屈居于下风。特别是后半场，安德烈打得很好。哇，被他抓到了啊！完蛋了，完蛋了。上次好像是祖耶夫也是一记后手重拳击败了巴川，是击倒了直接，好像结婚了，直接打昏了，太欧了。哇，你看，所以白俄的选手我觉得都是挺有杀伤力的，好强，强到不行，充分证明俄罗斯是个战斗的民族。对，从业余转过来还是这么强。对，因为这个李克是 Glory 的这个拳王，对对，非常非常有实力。Glory 啊，他是这个 Rico 从2013年到现在没有败过。今天搞不好要败了，太多不败的拳王到昆仑决都败了，对，太夸张了。所以昆仑决确实是一个顶级的赛事，是太顶级了，这里倒下了很多世界拳王，太顶级了。对，他们开始会觉得很意外，但现在看来很正常。各位江苏卫视的朋友太有福气了啊！好，这个比赛开始了。今天的比赛结果一定是国外的一些大头条啊！好，你看对这个安德烈明显在优势，他想借这个刚才击倒的优势，对，争取能够 KO。他们在发布会的时候啊，两边也在面对面瞪着对方瞪很久，相当火爆。Rico 在重整他的一个攻势，安德烈直接用西装就进去了。按昆仑决的比赛的话规则，这个扫地很漂亮，伤害到了他的一个腿部的肌肉了。Rico 现在只要头低下来啊，这个安德雷啊就用这个膝撞。刚刚 Rico 有做一个上勾拳啊，对，非常的重，还有闪到。按照昆仑决的比赛规则的话，刚才的话如果两次强毒的话，有可能扣更多的两分以上的分。对对对，这样的话，第一次两分，第二次一分。对，这样的话呢，这个立刻必须在后面甚至只有 KO 才有机会赢。对，我们的比赛是采取扣分制。扣分制，每局十分。对。那如果双方势均力敌的话，就是10-10，十分对十分。对，第一局应该没有显著的这个得分。对。第二局非常明显。那就扣三分。第三局如果不 KO 的话，你很难赢得比赛。哦，这个组合拳漂亮啊、哦！对，哎，又一个上勾拳，因为呢，这个安德雷拳这样进去，这是一个泰国人的打法。你很有意思，我在地上就在拍拉下马来啊，怀疑颜色。但实际上这两个在比赛规则中都不得分。对。但是大级别的比赛其实非常的不确定，随时都有可能被一记重拳就直接 KO 了。你前面的优势荡然无存。对，安德雷的力气也有点这个对第三流失的啊、哦。对。好，已经把这个 Rico 顶到身边， Rico 很巧妙的给闪过身来，变成外围了。对。这个安德烈的这个拳法有时特别突然，挺有爆发力的。突然是好的啊，不要让对方抓到你的节奏。对。突然重拳就出来了。对。好，现在就是这个 Rico 把这个安德烈的手夹住，避免他做进一步的攻击，尤其是上勾拳。对，我挺喜欢这个欧洲的这个欧式这些打法。对，他们一般来说就崇尚进攻。是。像安德烈的话，其实前两局明显占优情况下，也可以去保守。对。但是他没有保守的意思，还在往前顶。然后这个 Rico 啊，他的上勾拳啊，他腰挺的不够，一般可能他对的选手都比他矮，所以他刚勾这样会勾到对方下巴，跟安德烈比较高，对，他勾这个程度哦，还差了10公分。是。
叫做腰，如果腰力送不上去，直接打不到。对，他还要再往上挺啊、哦，用二头肌的力量是送不上去的。哎呦，两个啊、哦哦，都中了啊、哦。那比赛结束了，不够重、不够重。他这个昆仑决的要求是这个显著的重击，哎，打到没有用，打一般的打到不会得点，不会，就是防止那种你看起来打了很多下，但是都没有重击对方的这种比赛。好，这两位巨人啊。一位是 Gary 啊，他带着金腰带来这边昆仑决啊，想展示一下他的威力，结果好像会有另外一个结局，对，可能又要输掉比赛，不一样的结局啊。对，这个 Gary 的王者可能会倒在昆仑决台上，对，可能会输给昆仑决的王者。所以昆仑决现在确实变成了世界级的这种比赛，很多这种王者愿意来打昆仑决，变成世界级王者的屠宰场。对。双方在等待啊，这个裁判的宣判。啊，裁判有计分员哦，裁判下面的计分员在收集这个各个场材的计分资料。最后由Tony这边啦、啊，把结果递给这个主持人。好，我们就看看了今天白俄对上荷兰之战，究竟鹿死谁手？哇、wow.！这场好重好重的比赛终于有了结果。本场比赛经过裁判裁定，结果如下：一号裁判27-30，二号裁判27-30，三号裁判26-29。所以获胜者是南方的东欧大炮 Andley。And the winner is the blue corner fighter Andley。有请我们的颁奖嘉宾中彩会的董事长李小华先生为胜者颁奖。恭喜恭喜安德雷，哇，够劲啊，他比我高好多，你看。对啊，哇，他讲应该是讲俄语，他是来自白。